们今天来奥森儿童博物馆。小朋友，你要进去要那个、哦，你要进去吗？不要。好，那你要把这个放好。先放在这里。要放在这里啊。好。阿姨过来看。好，进去。他会吹上去吗？对、啊。可以来。哦，不见了，在那箱子里面。没有，不是箱子，那个箱子。这里，张雨晴。好酷啊、哦！你会吗？你看，你学那个芭蕾舞的那个。你把它变荡秋千了。我们要去哪里？什么？哦，滑索。要穿鞋子啊。那个姐姐在那边啊，你去问她。主要带好啊。主要帮你们带好。妈妈帮我抱起来。好，那你先，你第一个吗？你去把轮胎拉过来。拉过来，姐姐这边，快点！手手不能放开哦。弹回来啊！他会不会很好滑？还要玩吗？那你叫他赶快拉回去。啊，有人排队了，有哥哥排队了，要换人了，要排队。好。
看爸爸的。哇，厉害啊！有啊！慢慢的，你要慢慢的，咬一咬。好，慢慢的拉起来，慢慢的。哇、哦，有了！有啊！哇！厉害啊、哦！他觉得是你的问题。哇、啊，那是自己的问题。他拿上来就破了。阿七，你看爸爸。哎、欸，别闹啊！等姐姐，你再一次换妹妹哦。好厉害哦！好，那你要你不然你就把那个衣服脱起来放进去，拿去放好。哇！你在泡泡里面。你可以换颜色，你也可以去拿蜡笔，桌上有蜡笔。那请桌上有蜡笔哦。啊，好厉害哦！好，等一下。等它干，然后可以把眼睛剪来这边，你看就像他们那样。好玩吗？今天好玩吗？好玩。下次还要来吗？还要。为什么没有声音？因为他把它剪掉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他只是一个口而已。带领，我再带领。他的头发是夹着他的。对啊。走了。好好走了，跟大家拜拜。这个是竖的。拜拜，你没有说拜拜。拜拜。